之下，都以为我李峰亲手把我自己的妻子、自己的女儿杀了。当初铁老英雄所以把他的女儿嫁给我，看我李峰是个人才，让我一心向上。我也非常感念。 铁老英雄待我的恩情，可是铁老英雄的女儿认为你亏待了她，而且对你不好。岂止不好，他竟背着我和一个男人来往。我念及铁老英雄待我的恩情，我一再的劝他。 不要做这种事，他不但不听，反而骂了我一顿。所以你是为了顾全铁老英雄的面子。铁老英雄是盖世的英雄，如果别人知道他的女儿竟做了不可告人之事。 你想，我们还有脸吗？你杀了铁老英雄的女儿，这不对呀，不对，怎么了？那江琴，对，是江琴杀的。嗯，我背着杀妻杀女的罪名，尤其是杀了铁老英雄的女儿。 你想，我能躲到哪儿去的？所以，你就逃到玉龙谷。不错，我可以逃玉龙谷躲藏。可是，我不能让我的女儿在那种环境里长大。我只想我的女儿平平安安的。 我把她托给我一个好朋友，我以为她是我的好朋友，谁知道，唉，我这人是永远也没有朋友。他们日夜折磨我，说我是李峰的女儿，是个混。 后来，铁平姑就逃走了。他能逃到移花宫，已经算是很幸运了。后来，我听说李，你听人说起李大叔的故事，想起你自己跟你母亲悲惨的遭遇，你就一直怀恨在心，对不对？孩子，天对不起你。
你今天就是杀了爹也是应该的，爹对不起你。爹，你们之间的误会太大了，仇恨往往会使人变得盲目冲动。今天你们父女团聚，误会又已经解释清楚了，应该高兴才对，为什么要哭呢？对对，应该高兴才对。孩子，不要哭，不要哭。对，谁要是再哭，我就要逼他做我的老婆，天天给我洗臭脚丫子。哎，你哭个什么劲儿？我是哭，你为什么不逼我做你的老婆？公公，这位是晚辈，姓胡，叫胡药师。胡药师，哦，你就是十二星象中的导药师啊！晚辈正是。女儿，她，哦，想不到，十二星象其中之一导药师竟做了我的女婿，看起来有个漂亮女儿是不错的。你胆子放大点，万事都有我帮你的忙。去，去，去，哎，孩子，快快过去，跪下来磕头啊！哎，这，你奶出来吧。看来老天爷早就把姻缘安排好，根本用不着自己操心嘛。嗯，不错，老天爷既然安排让我再见到你，你就是想跑也跑不掉了。哎，你不要跟我开玩笑好不好？先办正事要紧啊。啊，什么正事？哎，啊，约岳父大人。岳父大人，岳父大人，好，很好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恭喜恭喜啊！哎，这下我就放心了，我就可以做我要做的事。哎，从今天起，我就把我的女儿拜托给你了，你要好好待她。晚辈遵命。我龙姑娘，我们好会有气。哎，李伯伯，哎，爹，铁平姑会跟胡药师要好，这倒也不错。这就叫做患难见真情，你别忘了，他们是在患难中相识的。我跟你，岂不也是在患难中才要好的吗？嗯，你跟我要好，我跟不跟你要好还是问题呢？你别忘了，这是老天爷的安排啊。什么事情是老天爷的安排？燕伯伯，怎么你们都走了？嗯，李伯伯已经了结了所有的恩恩怨怨，一身轻松的就走了。
决斗就快到了，你的恩怨了结了吗？只有一个大恩人，我还没有报答。谁？万伯伯。你很想见他。好久没见他，我很想念他。我想知道他在哪儿，是不是很好？很好。小雨儿，你有这番心意，已经不负他对你的恩情了。万伯伯是不是就在附近呢？在。我正要去办点事情，我可以告诉他，让他到这里来。好。看来你跟花无缺这一战是无法避免了。嗯。小鱼儿，你是不是在想办法拖延？嗯，怪事。我心里想的事情你都知道了。这就叫做心有灵犀一点通。你想出办法来没有？哎，总归会想出来的。我就知道你会有办法的，可是又有什么用呢？什么叫有什么用啊？事情总是要解决的，再拖延下去又有什么办法？不错。所以你迟早要跟花无缺决一死战，除非什么？除非我们两个走得远远的，找个山明水秀的地方隐居起来。我不要，我才不要逃走呢。为什么？你要我躲躲藏藏一辈子都不敢见人呐？你还不如杀了我算。何况什么？何况我已经答应燕伯伯了。其实我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，可是你只要跟花无缺决斗，一定要分出死活的，对不对？不错，一定要分出死活。可是，我们之间只要有一个人死了，问题就解决了，对不对？你难道不能狠下心来杀了他？我只求你一件事。求我什么？你想求我让你当我的老婆，是不是？我只求你，千万不要让花无缺杀了你。如果我非死不可呢？那我就陪你一块死。可是，我现在却不想死。我希望能好好的跟你活在一块儿。小鱼儿，只要能够让你活着，无论要我做什么事，我都愿意。好。哼。如果要你死呢？如果我死了能够救得了你，我立刻就死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死。现在，我只想要你去给我找点水来喝。好。小鱼儿。
走到天涯海角，我发誓一定会找到你。你没去练功打坐，大姑姑，我。你有把握胜得了江小鱼？我。不怕江小鱼杀了你？江小鱼他。吴局，你知道江小鱼已经学会了破咱们移花宫武功的手法了吗？我听他说过。你对江小鱼的武功知道多少？我没有正式跟他比划过，我也没有看到他认真的跟别人比斗过，所以，我。哼，兵家之道讲究知己知彼。你对江小鱼的武功深浅丝毫不知，你居然狂妄自大，不去练功打坐。可是我知道。我们移花宫的武功是天下无敌的。天下无敌是不错，现在你的定力是不错了，可惜你的内力不够。江小鱼处处强一些，而你出手的时候，他又能加以防范，这你难道不知道吗？大姑姑，我，你好像有话要说，决斗以后再说吧。不，我现在就要说。有什么重要的事一定要现在说？大姑姑，我一定要杀江小鱼吗？一定。不，我不想杀死他。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跟江小鱼拼个你死我活。住口！我要知道，我一定要知道原因。听我的话。我是要听大姑姑的话，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，我不愿意江小鱼不明不白的死，我也不愿意我自己糊里糊涂的去杀人或者被杀。你跟江小鱼绝对不能并存于世。你既然杀不了江小鱼，就让江小鱼杀了你吧。我不愿意死，我也不愿意江小鱼死。大姑姑，我们两个为什么一定要争个不死不休呢？不许再说了。你们两个注定要死。不能避免。那我不去决斗，不就避免了吗？你不去决斗，那我就先杀了你，再去杀张小鱼。我都不想死，大姑姑，你没有理由都把我们杀了。莲心，你的胆子是居然越来越大。
无趣，三天后的决斗绝对不能避免，谁也不能阻拦，叶南天也不能。大姑，为什么一直不肯告诉我原因呢？ 杀了江小，你自然就会明白。小玉。 燕娜霞明明告诉我，小鱼儿在这等我。小鱼儿，哎，哎呀，小鱼儿，小鱼儿啊，小鱼儿，慕容姑娘呢？我知道万伯伯要来。 所以我就把他骗走了。哦，你不是说要有什么秘密事情要告诉我吗？嗯，是啊。嗯，那慕容姑娘不能够听。我不管她能不能听啊，反正我在说话的时候，我就不喜欢她在旁边。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这个脱缰野马，看来呀。 你也终于套上这个配头了啊！才怪了，他这一辈子也休想管得了我。哦哦哦哦哦，小鱼儿，你只能够管他。当然了。嗯。<笑>他要是不听我的话，我早就一脚就把他。嗯。哎呀！<笑> 这小鱼儿，就是小鱼儿，嗯，不过呀，万伯伯看你呀，这个心是已经软了，就是你这个小嘴软是不肯承认就是了。啊？你怎么知道我心软了？嗯，那慕容姑娘，要不是对你有把握的话，哦。 他现在怎么肯对你千依百顺的？哦，嗯，这就表示心软了。嗯，慕容姑娘要是对你不知道你将来会听她的话，哼，她现在怎么会听你的话呢？哦，嗯，这么说，万伯伯对女人。 很了解，小鱼儿，那你认为万伯伯呢？嗯嗯，万伯伯，哎，治病采药，我倒是没有你内行啊。可是对女人嘛，哎哦，你认为你很了解女人？ 你认为呢？嗯，小鱼儿啊，万伯伯告诉你呀，你现在还年轻啊，等有一天你年纪大了，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你对女人是一窍不通了。哎呀，万伯伯，我又不是要你来教我怎么样去了解女人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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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
哎，反正我早就知道你必定有秘密的事情要求我，好吧？那你就赶快说出来吧，啊。嗯。可是，在我求你之前，你要先回答我几件事情。小鱼儿，范伯伯并不见得比你知道的多哟。哎，可是这件事情您一定知道。哦，什么事情？如果你跟邀月公主动手的话，你能不能打得赢她呢？哎，雅玉儿，你只是问这个吗？你回答我啊。雅玉儿，万伯伯怎么能够打得过邀月公主吗？哦，那燕伯伯呢？他有几分胜算呢？你燕伯伯，天下如今已经没有人能胜过你燕伯伯了。这么说，燕伯伯真的已经练成了他的神功啊？哎，小鱼儿，你的秘密呢？啊？嗯？可是我说了，你一定得答应我。哎呀，万伯伯总是对你没有办法拒绝的。你还记得不记得，上一次你问万伯伯要了那么一包臭药去整人的事情？嗯？那可真是臭翻了天。哎呀，小鱼儿，那你这一次又想去跟谁开玩笑啊？嗯，这一次不是开玩笑，这是性命交关的大事。哦，什么事情？这关系这么重大？嗯？你有什么事？那你不干了？
已经不是兄妹的感情，我不需要再自己骗自己。你对我的感情，也不再是兄妹的感情，是不是？可是我。 我不能说，为什么不能？今日迟早都是要说出来，为什么不早点说出来，免得大家痛苦？有些事情，永远不说。 也许比说出来好。不错，我本来也是不想说，可是我今天要是再不说，也许以后就永远没有机会了。 你并没有错，你也没有错，老天爷并没有规定谁一定要爱谁。明天。 就是你们生死决战的日子，你知道吗？所以，我一定要说出来。只要你知道我的心，别的事就没有关系了。 会来的，不错，事情总是要解决，他想逃都逃不了。
他也不会逃的，我知道他不会逃的，所以明天这个世界会变得怎么样？明天。 所有的事情都不会有任何的改变。可是我们无论如何，我们现在总算还在一起，比起他，我们要幸福多了。 是的，我们比他幸福。他实在是个可怜的人，从小到大就没有享受过丝毫快乐。他没有父母，没有亲人，到处被人笑话，被人冷淡。他死了。 只怕也没有几个人会为他流泪。他这一生过得太苦了，除了流浪和不幸，他什么都没有得到过。我只想求你一件事。 什么事？这件事情，不知道你会不会答应？我怎么会不答应呢？我想，如果他现在死了，实在是难以明白，所以。 只求你不要杀他，无论如何你都不要杀死他。可是我们两个之中，必须要死一个。小月打不过你，他杀不了你的。如果我不杀他，那么他就……我是求你，你是为了江小鱼来求我。 去跟铁心兰，铁心兰那丫头跟吴去说的话，你没听见？我听见了。哼，他们不想杀江小鱼。姐姐，他们决斗的时候，如果其中有一个不死，行吗？ 不行，既然这样，你又何必急着去杀他们呢？如果不去，不去决斗呢？他敢不去？他为什么不敢？没看见他昨天对我的态度，他居然敢问原因？哼，他们两个想快乐的活下去，他们快乐的活下去，那我呢？
姐姐，却竟然想反抗我，他会跟江小鱼决斗吗？可是吴缺一向很听话的，可是现在呢？他为了江小鱼敢反抗我，他为了江小鱼敢不听我的话。哼，现在铁心来劝他不要杀江小鱼，他会立刻背叛我，我不杀他行吗？决斗是后天的事，到时候他要是不去，这姐姐，我想，你想怎么样？我想求你，求我放了吴缺跟江小鱼。江峰的感情转移到吴缺的身上，不是？那你求我干什么？我只是……你只是不忍心。姐姐，你恨的是江峰，不是他的孩子。上一代的仇恨，你非要用下一代的血来洗清吗？